你们兴奋吗？快要出发啦！开心，很兴奋，很兴奋，这些文景很漂亮。这一张卡是说什么的？他说祝西村的同胞生活顺利安好。哦，过会礼。你呢？你那个卡说什么的？我那个卡看看啊，哎呀，没有写什么啊，不好意思、啊。差点在不严重啊。对，但是先把握现在，努力将来。关怀，愿你的，愿你暖在心。很开心，很激动，因为真的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如此健康开心的生活，心里就很温暖，觉得这次的行动真的是很值得、哦、希望他们永远都健康。而且大家都在生活中有这个梦想嘛，很久以前从远古人已经想自由自飞，在天空中里面游来游去，我想你们也希望有自由，有这个机会在天空中飞来飞去，这个梦想是终于达成了。但是你们的梦想我不知是什么，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你现在只有八岁还是已经到十几岁，这个梦想请你们不要放弃。希望这一些小礼物，这个围巾，我们的心意，我们送的温暖，在一直陪着你们成长，陪着你们在寻找你们的梦想，陪着你们将来做一个健康有用为国家为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好，走走。I'm like a shooting star. I've come so far.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used to be. Every turn a surprise. Every moment red letter. I'll chase them anywhere. There's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集团旗下的这种一个很有意义的上面责任活动，很高兴。